就是这个。今天超级少打辅助哎、欸，这边阵容看起来好像有点猛哎、欸。想要点危险还是点？不是，就想要点哪一个？点雨风吗？再点坚毅这边。好，点那个，你受到。你受到就算了。我们这种其实也还行哎。现在在钻山丢山。哦，长野城是那个哦，难怪看起来也很眼熟。可是我确定我看过这个 ID 啦。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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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趴我不你不知道哎、欸，就看多少人吧，然后结束可以干嘛？因为那个时间就是一个半小时，剩下的时间，我也不，我现在目前也没什么想法。如果这边大家有什么想法的话，可以讲一下 Apex 吗 ？AZ。Hello， 我辅助就是几，哎呦，没事。火诺山呢？慢点再修。来去擦个眼好了。这应该不太会打一等。サモナーズリフトへようこそ。ようこそ。サモナーズリフト。ようこそ。ここでミニマップを見てみましょう。ミニオン出撃まであと30秒。这几天干嘛？奇妙人生的 VOD 不完，我都有传 YouTube， 所以想看的话都可以看。Life is Strange 真的是挺猛的一款游戏。TGS 一月底到二月初，好像29、28、29、30、31、12之类的，应该是29、30、31、12。
五天吧，好像是这样。靠这个，要等于要靠这个丽丝凯瑞了，丽丝跟安娜，我在后面耍废了。先等他被打击一下，这时候再上。他们也太龟了吧！哈哈哈，这个牛，这牛是补位的吧？太早叫治愈了。这治愈太急了，因为这治愈就是不，他就不可能会出事。那其实如果刚刚他们两等的话，都没吃到那只，对不对？这 AD 看起来就比我 AD 好啊，还好我没有，还好我不用打 AD。嗯。去死呐！去死呐！呜呼！怎么样啊？哎，再来啊！再来啊！被我普攻敲到死，霸气！霸气牛，还想闪现回来补血？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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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抱歉，打你！哎。再来呀、啊！好像亏、欸，转转转。哇，他就五等二，应该是没事，理论上。噔噔噔噔噔噔噔，我刚才走在他前面，让他跟着我。噔噔噔噔噔噔噔。敵は降伏へと向かうでしょう。こちら現地はものすごい風が。我就觉得这边有出事哦。定得到吗？他有吸血吗？
有他有吸血，那还好。刚以为有人来耶，又有人来，我们这边就要爆了。你们就想听这个不是吗？满足你们这些阿宅的心，这变态耶，这样你们也爽。是耶，最变态就你们这些人。赚钱。大丈夫。ランナのお天気レポートです。こちらはとても湿度が高いとヘアスタイルが決まりにくいですよね。そんな時は少し雲は見られますが、まだ雨の心配は。サモナーズリフトで血の雨が降る確率は 100% です。ランナのお天気レポートです。一卷三，敵が倒されました。敵のサイロマシだ。ダブルキル。ダブルキル。ナイス。要被キャリーあ、ダブルキル。哦，这打线居然没输哎，这个蛮猛的他们。哇靠！你这样还死，太废了吧！他刚第一个闪现就不该往下半部闪啊，他第一个闪现往我这边闪，这一切就没这么多问题了。
我其实卷到他了，而且我护盾刚刚有放下去了，他是护盾还直接被打掉，所以这个应该是有暴击之类的。哇！别吃我！没事没事。哇，救不了他。对啊，我的 solo BO3。不要这样想不开。看，因为好像好像快要不能打了，所以赶快打一打。放很久啦。那不是放很久就不能打了吗？一个月吗？是吗？我不知道。那我不能打，就是你想打就打。啊？你想打就打，不是吗？BO3 诶、欸、就跟会掉街一样不是吗、哦、应该吧。要吗？反正他妈的都打上来了，为什么不打一下，对不对？哇，差一点点。就是这样。两个好残哦。哎呦他妈的。转角遇到你。哎呦 好像有点危险。想拆哦！那个奈德利，那个奈德利没钱啦、啊，不没血啦、啊。哎呦，他又有血了，当我没说。花时间拆眼睛，那都不行。刚我们的范爷才他妈才七等而已，给他吸一下，感觉挺合理的、啊。可是我那边还是要放个眼。不知道，我要靠后一点。这里有人，你刚说怎样？饭不一定打得赢 EZ， 没办法、啊。现在雷神 EZ 太强。不过其实也还好，因为我们他妈打辅助，我们都没出现了。以前饭是绝对屌那个 EZ 的，对吧？现在是 Q 啊。那副 W 是不是？ Yeah. 不会玩辅助哦，不能怪我啊。对啊，这个叫声挺猛的，还有你们啊啊啊！对啊，我就说他妈的，我打辅助，我们都没出现了。白痴，你面对伊泽瑞尔这样子，你要出现，我真的也是不懂你。你这么也不是这么讲的、啊。哇，上路这边有点崩崩的。看一下，先不用帮我。哎，那个，谁？我吗？唐唐，哈里斯。你说他先哦？觉得打野刀升级很强吗？打野刀很强哎、欸，其实。我哪里在？噔噔噔噔噔！你找我有是不是？哦、
等我死再上去是不是？我上去看装备。那如果我都没死的话，你今天就不上去了。我要去挂网了。他刚刚为什么要扛了这么多他妈的小兵就这样冲上去啊？因为他回不挂，一直回不挂。可是这么多小兵欸，他有一座啊，感觉硬打就不见得会赢欸。左边又都去左边。是另外一个档次的生命。我去中路跑一下啊。你可以把那个直接拆了。拆过了。插这边吗？他们说他刷吃龙啊。不知道。我喝了。啊！干！我他妈想过去套他虚弱啊！啊！拜拜，晚安。就你在后面，让人家很紧张哦。什么事啦？你都不懂哎！悄悄在营叫啦！我干！你一个害我没有注意到他刚到底怎么叫的。没有在听是不是？晚安。饿哦，每次都肚子饿睡觉，这样才好啊。就是你现在吃下去，你就完了。没有，我一样可以睡。对啊，所以我说这样很好啊，你赶快睡啊，不然你现在吃下去就不。我说我吃饱一样可以睡啊。不是哦，谁管谁在乎你能不能睡啊？我不在乎好吗？哎呦。怕他跳上来嘛？他就还没跳，你等他跳了再上都不迟哦。不要不要，我不喜欢这样。啊干，你不是要去睡？不要再嘴你两下。别嘴炮了，他没得跳的。我要你，我就出叠书。好，等一下我就出叠书。你连这个组合你就不会死啊？你帮我按一下 Tab 对面，你不会死啊？就不会杀我啊！就这种杀我，他们就输了。他杀不到你、啊，他劫大你，他都杀不死你、啊。你确定？对啊，你有虚弱，有大绝，你怎么死？还有什么？真娜就最难被劫杀，所以你们。哎呦，你这样让我很有信心哦。好，出。该死！你真的再死，就你的不对了。公开小。哎，这是对面怎么杀死你？跟我讲。不定啊，你就只有可能被耐德力飙到，然后一波带走。对，他飞到一半，我就把他吹走。怎么样？听起来？你现在就是卡利斯特拿出来，你们就是会在干嘛、啊？你真的会死？赚个钱，赚个钱，赚个钱，不是赚个钱，赚个钱。会，你人真的会为财死？干你娘，感觉就要死。不要那么紧张哦。没有没有没有，我有蹲到。拉一下拉一下，真的。可以哦，可以哦，可以哦，这一波。其实我还是大慢的。我盾放掉了。闪现。盾，好，有机会有机会。该走了。赚几层？妈，怎么一层都没有？有吧？这是没有显示吧？哎、欸，为什么没有啊？我蹲到的人都没有杀到人吗？这是来玩的。啊，那个奈德利我没有拿到助攻，是不是？一层都没有。哦，可以守，可以守。你有那个守护家园。他们好像也不太能守。对，可以。
看你们他妈的冲他小啦，教学观摩啊，叫你点 W 你一直哎、我又点 Q 了，到底在 Q 三小啊，想 Q 就是不是没啊，你就我以前都点 Q 啊，你以前又不教我白痴，你自己没在看我实况、欸、被发现了是不是，抓到了连败啊，没啊，我刚刚 BO3 这第二场打第二场，来吧，这第三场。我跟你讲，你盾，嘿，你说，全部放卡利兹，不要放圣，好，卡利兹，或者是范日。他打到人的那个瞬间上卡利兹，你们就会赢了。哎呦，你刚刚最大的几率是那个连胜，第一个最大。懂了，我现在上他要打了，对不对？对，就像这样，对不对？到那一下。他是不是要出事啊？上饭。有没有像这样？稳的，像这样，就像这样。我他妈的走不动了。不会不会，慢慢来，没事没事，稳的稳的稳的。不追了不追了。我觉得那样出事。不会不会不会，没事没事，小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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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他要去 solo 他，然后一层喽一层喽。上针就一层，再来。上个盾就一层喽。那个被发现了。他还是要硬要，他硬要，硬要，我也想，我也想要一起。没关系，上盾吸个血。好，吸个钱。吸钱。敲一下。没有，赚十五块，赚。赚。血海。拆个塔好了。好像可以拆。这波你跟我讲怎么说的？哎呦，你看。可以打，可以打。那就我说来啊。就有希望。我们卡利兹十四等，有没有道理？而且这个谁没有干好痛？没差没差，他是犯，不重要，不重要，好，不重要，不重要，好像有点重要咯。没有没有没有，我跟你讲，没事的没事的，他只要不被 combo 到就没事。哦，我跟你讲要出事。妈的，中路就在这里，你他妈智障哦！我说刚刚在中路的人。好，没事，我是蝴蝶。好，蝶。我要蝶出来出路。不知道。出那个蝎子附魔。出统帅是不是？直接买两个，好，大碗的，大碗的，大碗的，我有100块，可以买很多根。好，来来来来来，可以可以可以，这个再不行我就给你信。哎、欸，可以可以可以，只上饭不上肾，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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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大碗的，来来来。妈的，我他妈的打不到他。没关系，可以，可以，可以，不要后退，再来。哎、欸，好像不大行。出事了。大家觉得呢？我跟你讲，出事了。干，没关系。就整体来讲，你还是赚，赚一个助攻。赚。对。我是不是没有赚到助攻啊？有啦有啦。本来是上那个圣，本来是四成吗？对。哦。哎、欸，不要走，不要走，可以哦，可以哦，先上，先上反速。我说上那个，你不要站那么近，会出事，会出事。我跟你讲，真的，他妈的，你他妈站太近了，你要死了。是他朝过来我旁边，不是我，不是我想站他旁边哦。真是脑残，你怎么站那么近啊？他朝过来我旁边，带着那个是那个杰奇过来的，不是吗？不要站在忍者旁边，会出事。我怎么感觉被你骗了？他妈的，3000多招。好，上统帅。我他妈这辈子没有买过这个东西。橘的，橘的，我就没买过、哦。橘色的，橘色的。好、哦，跟卡利斯，跟卡利斯，我要你，我现在就追卡利斯。我跟着卡利斯走。真的，卡利斯是怎么会跟着那个范呢？对不对？对啊。有。有。走。可以，这一波可以，可以，可以，稳的，稳的。先跟一下他好不好？又一层，又一层，又一层。上剩下时间，我这个残条是。对，压后面，压后面。我做什么事都不用做哎、欸，又两层，不是两层是四层，哎、欸，似曾相识，似曾相识。这里是不是？这里出事了是不是？看你没有上盾，没助攻，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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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哦，又一层，转。刚刚那个，这个红眼下在这里好不好？对，不好，不好是不是？在哪边？好，好，我刚刚就是又错了，我又做，哎、欸，我又点错了，做错了，我又点错了，大错特错。你刚你知道为什么走那么慢吗？就是因为没点 W。
抱歉。哇，又让我学到一课。对啊，走那么慢就是那么难点。S6 S6 我就打辅助了。OK， 请说。再用出那个那个灼热魔气。灼热魔气是灼热魔气是先買 AP， 是这个上去的是。嗯哼。稳了，几层了？十一层。哇，别说了，哎，他又秒杀了，看他，看他，快跳！走走走，快走快走快走！别的，你可以的，他不会死，盾他盾他。我想要盾他，盾不到啦。不是不是，慢慢来慢慢来慢慢来，不急不急，你先不要死，先不要死，先不要死，你先跑啊！干！我跑不掉哦。大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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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弱。干，还没跳到。你在操作？别嘴炮哦，就不会玩真的、啊。多了一个助攻，有没有？别开玩笑了。哎、欸，我他妈死一层变一层了。他妈老师在讲，你就没在听。Okay， 我刚如果有点 W， 我就盾得到他了。对啊，但是我如果有盾，我就贴得到卡利斯了，他就不会死了。哎、欸，我感觉他怎么要死了、啊？哎呦，这个盾有救到哎、欸。但我觉得这个圣骑士真的蛮强的。加跑速，加跑速，我这个初装是有解你加跑速这个不点 W 的一个那个。有懂。有解到你这个问题，然后你 lag 可以不要那么多的吗？那你 lag 超级。打游戏，打游戏。我三天没关电脑了。还要跟三个人，然后至少十个同时支，真的是。攻三小啦。跟着卡利斯走。好，我跟着他。妈，说你单身我都不信。你还不是单身，嘴屁哦、喔！白痴，我只有一个 line 啊，我只有一个。你剛剛那個、屁啦！你刚那个数量太多了、喔，难怪大家都要进。请说，我现在那个叫什么？红眼要插哪里？进店，进店这边。咦，嘴炮这里是不是？好，好，现在猜是有点危险。我跟你讲，这个小鬼魂就是当你觉得猜有点危险。对啊，所以我是不是丢了？我就是有听懂你的话，有没有？有会跟学了，好，从今天开始我就只打辅助。OK， 先练，我跟你讲，就是先不要练真了。那先练什么？太废了，先练特朗德。特朗德感觉就不太用练、欸。跟卡利斯跟好，跟好，我跟他。你怎么会跟着范？不是不是，是他跟着我。不要跟范，是他跟着我。去跟卡利斯。好，我跟他。好，跟着利斯来了，我上不到盾，我上到盾了。没事的，是不是？他们要出事，对方要出事。我没有得追，没有得追。跟着走，跟着好，跟着他走。他回家你不用管，我不回是不是？观察一下他，这样我怎么可以一直跟着他？没有没有没有，他出来的时候你们还是会相会的。好，你们总会有那么一天。好，我现在赶快去救他们，对不对？跟范，现在卡利斯走的就是跟范。好，有，他们出事了，他们出事了，有，来，再来呀、啊，你再来呀、啊，他妈用鬼抓你！真的是不会刹车哎、欸？怎么不会刹车？哎。补满好了，补满。我知道，补好补满。跟着卡利斯去找卡利斯。好，我去找卡利斯。来，利斯，利斯，我找你。来，来，跟着我，不是跟着你。好，我跟着他。姐应该还有大吧？我这辈子对他有大。他刚应该只是上来。我这辈子就跟着你了，不离不弃。你这个盾不要乱放啊！不是哦，他踩到陷阱哦。没关系，陷阱。我担心他的安危。陷阱不会扣。34D 34D 扣呢？不会啊、哦，会啊。陷阱现在早就不会扣血了，不是？那是那个吧？不会扣了吗？那为什么他刚34、34在损？陷阱，我记得不会扣血。不是凯特琳也改了吗？就改了吗？没有改了。真的吗？那我跟你讲，出事了，快跑，快跑！我跟不到他们了。好，出事了，没我的事，没我的事。他们怎么感觉好像？我跟你讲，刹不住车。这边其实你。这是我的错，是？没有给视野，我他妈的没有眼睛了。直眼也是眼。你要给哪里？这里就是。初阶的辅助就是自以为直眼不是眼。哎、欸，出事了！出事了是不是？出事了是不是？八龙了。没有，我跟你讲，这时候就是上去卖的时候了。我要卖，我要怎么卖？不是你，是饭。那我现在要下了吗？没有，就他妈的，有300多只眼睛。没有，跟在饭后面，不要打这眼。好好，跟在饭，跟在饭。
你站这位置，你要站在那个，对，站这里，对，让他吸引出来。好，我跟你讲，你不要往前，你不要往前，不要往前，永远都是站在最后面。好，保护你的蝶叔，没问题。蝶叔就是我的命。对对对。哎，不想吃到兵。没关系，合理。不然我怎么有钱出自裸魔器、啊、自琢磨器、啊、琢自魔器到底叫啥小啊干净平衡。哎呦可以了，自琢磨器回去有机会是吧。八龙其实只是虚胖而已，跟你一样是不是？对，跟我一样，底价比较大了。那是虚胖的东西，没事的。哎 Jimmy 你掉金牌了没啊？来，我跟你讲出事了，真的，不是，没事的，没事的。不要离这个衰鬼太近。没事的。我这个宝，你看，我就跟你讲，衰鬼。不太对。等一下。不要上去 W， 会出事。出事了是不是？真的，不要往前，就是永远都追前排，不要往前，真的。不要往前，跟着卡利斯。这我这个身份真是有点强。你看，我是一个女巨胖。胖。哦，拜托，这一波保了怎么样？可以。不行，就是你的问题。可以。又是我？有没有？那这有没有？这就不是我问题了吧？直接破防。就被 carry 一场哎。给盾给盾，然后直接开大。你看，让他们看看你的奶。奶，这个奶够大吧？好像没有很大哎、欸，这样有意思，所以你看得上我了吗？不行，好像可以狙嘞，我也可以坦一下，不坦了，哎，别说了。世界冠军！他妈的，干他怎么是杀我啊？他不会回应天。世界冠军呢？经过这一场，又让我学到一课。我刚刚那堂课1500，明天1500是？明天放我桌上。我明天帮你买吃的，这样子。你知道要我后面这样指导，1500起跳。哎、欸，有没有涨二了？1500，有没有又让你们赚到了？跟着我一起学打辅助，哎，帮出1500啊！快点，有没有看这个护盾量承受伤害？哦，我就是听了这么多，我才保持良好的站位。为什么我会死？因为腰围不满1500，不是啊，不满50。